陈校长，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陀佛！啊，我们啊，上一节课开始啊，啊一起学习啊，现代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当然，这个现代。 啊，也让我们想到、啊，老人家讲的，啊，佛教强调本土化、现代化，啊，所以儒释道的学问呢，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它不是生搬硬套的。 它要古为今用，啊从古至今啊，这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啊，我们掌握住了，这个是气理呀，啊，那用在这个时代、啊，那要契机，啊、所以义者宜也呀、啊，宜就是适宜呀。 啊，合情合理合法，所谓因地制宜呀，啊，这个现代两个字啊。也有这个意境啊，在其中，啊，那不然，啊，我们。 古代这些做法啊，我们没有掌握它的精神原理原则啊，在形式上生搬硬套啊，怕现在的人接受不了啊。所谓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时期可从。 但那个精神呢，不能改变啊、哦。比方说排课啊，那他这个传统强调的是要修界定的功夫，修根本次，所以他的心要定下来。哎，假如他的学习。 啊，四十分钟就换一堂课，四十分钟换一堂课。那这个是属于知识技能的系统。那这个时候，假如我们不把“同盟养正”这个求界定、求根本质求亲近心的教学目标掌握住，那我们说啊，那我们就适应这个时代吧。 那这个气力掌握不住了，那就变成随波逐流了。哦，所以这个气力在先哦，契机要观客观的条件。哦，啊，所以教人以善勿过高，当时其可从。 哦、那老人家一开始啊，就跟我们谈同盟养正教育的基本理念啊，这个出处啊，从《易经》蒙卦来的啊，《易经》啊，是我们群经之母啊，所以这一部经是相当重要啊，从这一部经。 的深入，我们会更敬佩啊，我们古圣先王啊，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啊，这个假如用佛家的精神，那我们的祖先呢很有悟性啊。 他把这个天地间一切人事物啊，都当作老师啊，那、啊、他觉得六尘在给他说法，啊，所以这六十四卦、啊、都是天地之间的这些景象，他透过这个景象，哎，回到自身的。 修身上啊、哦，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说否极泰来啊，大家都想哦，这个泰来好啊。那泰卦是什么象呢？它是地天卦。哎，我们看这个象，哎，正常的情况呢，天在上了，地在下了，怎么这一卦叫地天卦？ 那这个就表示啊，换位思考啊，这个地呢在天的位置上，替他想一想，啊天啊在地的位置上想一想，好，那这个卦移到家庭里面来，那太太是地呀、啊，先生是天呢、啊，那这太太时时能体恤。 先生的不容易啊！先生能时时体恤太太的难处啊，要互相体谅啊，那这个就太来了啊！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夫妻之间的言语都是互相体恤啊，啊，那个心都是充满感动啊，互相感恩、啊。 啊，所以《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啊，“同心之言，其秀如兰。啊”看到夫妻同心啊，他们那个对话啊，旁边的人听了心都是暖暖。 啊，看大家的表情，好像比较少感受到，是吧？<laughs> 哦，这但是应该是有的哈、哦。啊，哦，所以古人这个智慧啊，让我们很敬佩。好、哦，所以。 啊，我们这五千年的文化啊，绝对不能一开始就用自己的意识去看，啊，自己不认同就把它否定掉了，啊，所以孔子是述而,而不作，信而,而好古啊。啊，老法师有一次在香港，啊，企业家论坛，啊，他老人家接受访问，啊，主持人问他。 很多人都说啊，传统文化有糟粕啊，啊，您老人家怎么看呢、啊？啊，当时候陈德坐在第一排啊，啊，老和尚说对，有糟粕啊，我当时候都傻了，<laughs> 师傅怎么这么说啊？嗯，啊，接着师傅说，因为他们看不懂，就说是糟粕。 哦，所以有时候师傅这个幽默是，啊，急转直下啊，让我们终身难忘。好 <laughs>、啊，啊，所以大家一听会哦，看不懂、啊，好 <laughs>、啊，让我们这些子孙呢、啊、反思反思啊，我不能觉得自己觉得体会不到了，啊，然后就这个。 啊，升起情绪了，啊、哦，呃，这个，啊、哦，比方说，啊，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国无女人，哎呀，这个女人听了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不国无男人呢？<laughs> 为什么国无女人呢？<laughs> 哦，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念头啊，念头一起来了。 会不会是一种不欢喜的？会不会是一种怀疑的？这个都很微妙的啊！现在民主时代了啊，我们现在投投票吧啊！啊，大家觉得这个国无男人好，还是国无女人？<laughs> 哦，这个要听听我们啊，这个。 女子的心声，哦 <laughs>，oh. 啊，其实啊，啊，我们都不能因为呢，我是男的，我是女的，产生一种感受啊，这样我们在看事情啊，不容易客观了、啊，哦，我们呢，六道众生都有业。 都有业那我们想想，男人的业重还是女人的业重啊？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接着说了啊啊，只是让大家呢去感受感受啊你来看这个女子啊，生下来了，父母要多操心了。为什么？哎，她比较晚回来了。 要操心了，哦，在外面，哎，这个都要操心了。还、啊、有男女的一种特质不一样，啊，男子比较阳刚，女子比较柔顺柔弱，所以出门在外呀、啊，都得比较操心了。哦，那在生理上。 这女人也比较累啊，比较辛苦啊，这个都是客观我们都是业报生。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男子也都要体恤到啊。哦、哇，这个在这些客观当中啊，千万不能拿着道理压人呢、啊。哦，你比方说看人家生病了。 你可不能一句话过去了，你业障比较重啊。那人家听了，看起来好像是也是道理啊，心口就很闷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啊，假如人情世理不懂，体恤人家的感受呢，都缺条筋啊。那学了大乘佛法，懂一些道理就很麻烦了、啊。 可能就会强加于人，没有塑道啊，因为没学过儒家的东西啊，啊，所以有一位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啊，他说啊，上一次啊，我们听到啊刘老师提的问题啊，是在学校里面，讲了。 发现这个有家暴的状况，哦，那他现在提的这个个案呢，不是在学校啊，是在道场，哦。好，那当然哦，道场是不是学校啊？哦，你看我们这面对一个词啊。 就会有不同的认知了。所以，为什么夏邻居老居士他要把我们净土宗呢，改成什么净宗学会？对大众宣扬佛教，尤其是净土宗。 啊，晋中学院，学院是专门培养弘法人才，学会接引大众，哦、啊，把经教啊讲清楚。哎，这个词让人感觉起来是什么？学习呀、啊，是教育呀、啊，学会呀、啊，学院的、啊。 这样的问题啊，一百年前比较不会有啊，但是现在严重了，因为以前都知道佛教是教育啊，啊农忙了，啊那时候大家工作不容易来听经了，好、啊、哎入冬了，忙这个农闲了。 啊、哦，把这个船方啊，啊、哦、啊，这个这个法床啊，挂挂上去了，它挂得很高啊。床翻了，就是这个作用了。一挂出去了，啊，附近的百姓看到，哇，奖金了，他就可以上来挂单了，听经学习，哎，挂单个。 一个月、两个月，啊，再分配一些工作给他做，都是办教育的，啊，但是近一百年，啊，这个奖金少了，仪式多了，所以仪式多啊，就容易被人家理解成宗教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祖先教我们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很有道理呀、啊！啊，我们四众弟子，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啊，出家是贺担如来家业，代佛说法。那假如我们出家人都不讲经了，都只有。 仪式，那可能社会大众他的一种观感，他的认知就会慢慢觉得啊，你你就是搞宗教的了，哦，所以哪怕是道场啊，最重要的是办道啊，要有道风，要有学风啊，这才叫道场啊，哦，所以以前的道场是八个小时讲经啊。 八个小时念佛啊！你是修哪一宗的？你要照那一个宗去修行、办道。好，好，那接着提到了有位同是晋宗的师兄，在众人面前很庄严啊，待人谦和有礼。 啊，其女儿从小熟读《学庸》《论语》《三百千》《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啊，《十善业道经》啊！那在大众面前呢，亦是相当乖巧、有礼貌。但与他们深入相处一段时间后， 发现这个孩子有过动倾向，啊，会故意打人、偷或抢其他孩子的物品，啊，其乖巧只在大庭广众和父亲同时出现时才表演出来，啊，我们听到这里啊，都替这个孩子着急呀、啊。 后来也发现了，这位师兄心情不好时，会暴打女儿出气。啊、呃，首先呢，我们呢、啊，在看到这些事例的时候啊，我们一定啊。 要有善财童子五十三三的态度，我们才能借由别人的事，啊，给自己很高度的受用，高度的提醒。不然，我们在听这个例子，可能我们听着，哎呀，太夸张了吧？怎么搞成这样呢？ 那我们可能在一个事例当中啊，增长了对人的成见，甚至于是对佛教徒的成见。哦，所以这个见人恶即内行啊，这个态度太关键了。 不然，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哎呀，那那那佛教的我看太多了，哎呀，都是那样，哇，也变成自己的一个成见了。所以修行啊，越修心地要越清净，这修对了。可是也不简单呢。好，我们都听过李炳南老师说，一万个念佛人呢、啊。 三五个往生呢？那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提醒？这个是三四十年前讲的话呢？那现在一万个念佛人，几个人往生？那铁定比三五个少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分析嘛？当时候的人的基础还比我们现在好。 那假如我们听到这个话了，会修行的人，为什么这其他的九千九百九十多个人不能往生？明明遇到了，他的问题出在哪？啊，那我们就有收获了。啊，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六祖大师的提醒。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那怎么落实呢？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啊，那老师他有时候是用正面来提醒我们，有时候是用反面来提醒我们。 但是，假如我们觉得，啊，他太夸张了，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可能也有，或多或少，只要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或多或少有，一定会着在他的相上，然后产生成见或者产生情绪。 情绪是私货啊，成见是见货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从见识烦恼变现的。见货首一个，首先一个生见的，有没有？越来越把自己放下，边见有对立了。 所以不能跟人对立啊，不能跟事对立啊。哎，跟人不止不能对立啊，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无量寿经》啊，在每一个境缘要提起来呀、啊。而佛法是圆融的。 你在为他着想的时候，同时也是可以为全体着想的。我们有时候在思维人事问题，就觉得好像对他想了，就会损害到团体了。其实不然。啊，很多人学了之后，哎，传统文化不能辞退员工，啊，老祖宗没有这一条、哦，我们不能自己骄傲、哦。 了凡四训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利人者利人者真的啊，所以打人骂人，你可以把他打醒了，真善的，啊，礼敬人，恭维人，带着自己的名利。 恶啊！所以了凡四训论理论的很清楚啊。哦，所以这些我们透过深入了凡四训、深入经典，我们理要通啊，不然有时候我们自己在人事境缘，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对啊。看真正。 用教理来，都能自利利他，自他不恶、啊哦。而为什么说见人恶即内行？我们跟他处在同一个时代呀、啊，有同一个时代的真善缘啊。 啊，以承德来讲，我两岁就到高雄市了。有没有受到功利主义的洗礼、享乐主义的洗礼？有啊，还很多呢。啊，但是我这个见人过的习性已经养成了、啊。假如我没有自己高度的警觉提醒我自己。 那，我也容易跟人家比呀、啊。哎，我觉得我我我比他好了，这个时候就会看，容易就着在人家的过上，很难反思了。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啊，念着《论语》，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念着的时候，君子，嗯，君子，嗯，小人，嗯，小人。我后来觉得这个心态太不对了。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呦，这个严重了啊！这么去受持经典呢，越受持越偏了。这经典是纯正之法，结果变成我见人过的真上缘。 所以，这个师傅领进门呢，修行还得靠个人呢、啊。修行真不容易啊！古人说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我们看留名青史的帝王将相，那是很有魄力的，很有担当的。我比不上他们了。可是谈到修行， 你说让他放下女色，放下喝酒，啊，不要发脾气，要他命，啊、他受不了。可是这些东西放不下了，六道出不去呀、啊。啊，当然不是说要求现在马上要放下，要不断能够放下，不能增长了。尤其临终要做得了主啊，才能出生死轮回啊。 这不是容易事啊！所以可不能啊！我们念了四十八月啊，十念必生呐、啊！哎呀，我临终的时候念十生，我就能往生了啊,啊！产生了觉得修行很容易了。事实上，现在冷静想想、啊、我们自己坐下来念念看吧。 啊，念个三分钟、五分钟，有没有妄念呢、啊？哇，我是念着念着呢，现在在处理的事全跑出来，压不下去呀、啊。那现在人这么强健，念头都压不住，临终呢？哦，所以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呢、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啊。 可不是一触可及的，平常就要练了、啊，哦，所以一定要做定课啊，做早晚课啊，而且做不能做成形式啊，啊，每一天做，关照自己啊，有没有越做，一念佛，慢慢慢慢心静下来的时间越来越短。 假如每天做定课，心都定不下来了，那那这个做定课也变形式了。所以修行最怕着相啊！做定课变形式了，这就是着相啊。一接触人世境缘，见人过了着相了，得要反观呢，才有作用。 啊、哦，所以自己也是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啊，甚至于在求学过程啊，都是在攀比当中啊，这样就很容易在人前就要装个样子给人家看的、啊，装着装着不知不觉习惯了。 所以人要学真诚都不容易啊！直心是道场啊，无需假故啊。所以看到啊这一位同老师提到了在众人面前很庄严呢、啊，待人谦和有礼啊。哎，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要冷静，看人的功夫啊，也要提升。教学的人看学生看不准了、啊，很难给他及时的指导。啊，我们修道的人看不准人呢、啊。 老师跟同参道友会选错，哎，其实看人是大关键的。我们思考看看，你一生的成败啊，都跟看人有关。啊，婚姻大事要会看人。啊，找老师是一生的道业要会看人。你发展事业合作伙伴，你要会看人。 呃，你今天选择哪一个行业，你也要跟随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你要进去，你你你也是从基础学起啊！你跟错人了就麻烦了。所以真会看人了、啊，你看他的眼睛。 啊，他装的很庄严，他的眼神，淡不淡定，自不自然。就观其魔子啊，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呀、啊？哦，我现在觉得很多话还是别讲太多了，这个都要自己去体会啊，不然今天大家听完承的这个课程，啊、哦，然后到道场去都变这样，嗯，嗯。 哦、好好看一下他的眼睛怎么样？啊、哦，看得人家很不自在啊。这、哦、这些人是怎么搞的？怎么现在这么看的？陈德华是，啊、哦，我、哦、说观其脖子啊，人间收藏。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呃，应该是孟夫子讲的哈、哦。说实在的、啊，你瞪那么大看呢，也看不准啊。 <laughs> 你你这样看人太用力了，心已经不柔软了。<laughs> 哦，看人是很真心、很放松、很真诚，这个是儒家用功的地方啊。儒家用功是、啊“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啊。 啊，你很真诚，该关键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啊，你不能形成，哎呀，我要好好看人呢、啊。哎，他讲这个话会不会骗我啊？哎，他会不会给我施约呀、啊？哎，你看真失约了，你看被我猜到了，然后以后常常都在猜别人了。这个心啊，慢慢。 就不真诚了。哦，这个《论语》里面有教啊，啊，不逆诈，不意不信，意意先觉者是贤乎？不逆诈就是不预料人家会欺诈我。哦，不意不幸，啊、哦，不要去猜想，他会不会？ 不守我的信了、啊，因为我们动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常常会去怀疑别人。那后面被自己猜对了，又更相信。嗯，你看，啊、哦，我猜的没错吧？这样慢慢慢慢，自己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揣测了。所以要互念自己的真诚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哦，那接着，啊，为什么《论语》里面讲了“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哎，这里面都有人生的哲理啊！晏子很会跟人交往啊，这个“久”字啊，提醒我们。 你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呢、啊，一般来讲不是很短的时间的、啊。所以不要一接触了就对人下断言了、啊。日久见人心呢、啊。啊，一般来讲，你没有个三五年啊，你要完全很了解一个人不容易。所以常理举要说。 交浅不可言深呢，那我请教大家，这个交浅是用时间来衡量吗？时间只是个象而已啊。好、哦，哎，有些人呢，你跟他相处了五年，你不知道他在想啥。哦。 所以执行还比较好 <laughs>，执行当道友比较好。所以当你都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啊，你家里什么事都跟他讲了啊，突然一下子他跟你缘变了，看你不顺眼了啊，你跟他还有利害冲突了，哇，你跟他讲的那些东西，他都拿出来攻击你了。 这个时候不能生人家的气呀、啊！一来过去生业缘，哦骂一骂，业报爆掉了，事实是好事啊。自己呢，经一事长一智，啊，懂得应对进退的分寸，经一事长一智是很健康的哦。 可是我们人呢，经一事长一怕，啊，对人掏心掏肺了，遇到一个人伤了你，从此关闭我的心门，那这个也不善学习了。所以，我们人呢，不是太过，就是不及了。我们就是在在境界当中历誓练心啊，把这个过与不及练到中道。 练到用真心，呃，这个是重点的。所以不管经历什么人、什么事啊，提升自己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提升了自己了，亲戚朋友绝对得利益了。 哎，比方说我们被人家侮辱了，我们没有对立，没有生气，还包容他，啊，旁边的人看了感动了，他也学到了。啊、诸位老师、父母啊，你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被人家侮辱啊？我跟你保证，一定会的啦。哦，当然我，我我我我不是这个这个。 诅咒他不是？<laughs> 这个时代，我们来这个世间投胎，斗争坚固啊！我们是仇业而来啊！你哪有可能说你这一辈子没有遇到一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不可能的。那请问，什么时候让我们的孩子、学生学到面对人家的侮辱？ 他跟谁学啊？跟父母、老师表演出来讲还不够啊！哇，你讲哇，讲的头头是道的，哎，遇到人家五路了哇，跟人家这个破口大骂，就像哎这一位师兄是装的很装野的，但是私底下。 脾气很暴啊，那你说他要跟他女儿说一切法得成一人，你说他女儿会接受吗？哦，所以这个忍辱啊，嗯、我们要表演出来呀、啊，吃亏是福。 哎，这个我们要了解，真正能成的事啊，谁也障碍不了。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用错了，那可能对这个能成的事啊。 反而因为我们，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哦，所以老法师说：“佛菩萨祖先承担的，啊，你把心用对就好啊，这个很关键，很关键我们看看老法师遇到境界的时候，修忍路。 我们一般觉得晴天霹雳的境界，他老人家啪一下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呢、啊。哦，所以他老人家有两段法语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那一段很精彩啊，啊另外一段，处逆境随恶缘无惩秽业障。 净孝啊，啊，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的。哦，包含在人是人我是非的境缘当中啊。哎，老祖宗说，何以止谤？曰无变呢、啊？ 何以解怨月不争呢、啊？啊，呃、啊，丛林二师者说的，是非人我以不变为解脱啊！啊，祖宗这些教诲啊，祖师这些教导，哎，提供我们在静缘当中啊的原理原则啊。好、啊，那我们看到了。 哎，这一位父亲呢、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暴打女儿出气，所以先恢复父子友情重要啊！父子友情恢复不了，能做大乘菩萨，不可能的事啊！边体罚边说，某人害你被打，或者说我在帮你消业障。 这都不是佛法教的了，是什么？是这个父亲本身仇恨心很重而且呢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其实我们学佛啊，学三年、学五年都是个表象。一个人学佛的功夫在哪里看？放下。 他的习气放下多少？有时候我们真的冷静下来想想，问问自己啊：“诶，我放下什么了？我本来的个性是怎样？我现在放下多少了？”我们真的想一想啊，可能一个都没放下。所以六祖大师提醒我们啊。 常见自己过、啊，与道即相当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下邻居老居士怕我们忽略这些教诲啊。夏老在自警录啊，自警录应该有发发给诸诸位同道。 啊，没关系，再再发一次，因为现在大家每天手机上的信息量太大了。<laughs> 哦，哎、欸，再发一次，不然让大家还找，嗡嗡嗡哦，找太久了。你看，我们都感觉夏老很慈悲啊，他看到了现象了、啊，一提到六祖啊，大家就在那里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只在这里练口头禅了。哦，其实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啊，就举了啊。常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啊。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哦，所以这个佛法呢重实质，不重形式。放下才是实质的、哦。而我们观察孔老夫子，他是怎么用功的？ 当他看到他的学生子贡、方仁，哎，孔子怎么回应的？子贡呢、啊，修养也算不错了。哦、我想子贡讲那些话，可能也不是啊，为了他的名闻利养去批评人的。 啊，这些贤人呢特质上啊，都有一种道义在啊，不然他不会陪着夫子这个周游列国啊，啊，跟着夫子成菜绝粮啊，都还是有那种仗义的特质啊，啊，这个是很可贵的、啊，无情不能修道啊，好、啊，我们可不能学的变成相怨了、啊。 这好打不平啊，就是仗义啊。这种特质很适合修道。哦、但是情不空不能正道啊。第一句话很重要，第二句话也很重要啊、哦。所以这个导致啊。 孩子对于任何人，啊，任何教导他的人，或者不顺他意的人呢、啊，都有很深的敌意呀、啊。你说这个父亲体会不体会得到他的孩子产生的这些负面的心态、情绪？他一定不知道的。他假如知道了，他愿意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啊？啊，《礼记学记》里面讲：“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失。”可是为什么这个父亲看不到？因为他的情绪很大，他本身没有放下他的贪嗔痴啊，情绪一起来。 情这个情深自格。啊，人脾气一起来，什么都考虑不到了。而且这里面也有，我们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啊！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所以，其实我们当父母、老师，这贪嗔吃慢疑这些，不能放淡。要看清楚自己的孩子不容易，甚至于是要能够很冷静。我现在讲出去这句话，对自己是什么影响？ 对我的女儿是什么影响？我们的心不慢慢静下来，考虑不到。有些啊还敏感一点，讲出去了后悔了。哎呀，我不应该发脾气的，啊，我不应该讲那个话的。有些是这样的绝招都没有了，就像这个父亲都已经造成他的女儿。 跟教导他的人都形成敌意了，哇，好严重啊！那再者啊，这一位师兄会在没有其他大人在场时，任由女儿向其他小孩要东西，其他孩子不愿意给，那这个师兄就会说施舍。 人家跟你要东西呀、啊，就要给，不要贪。哎，我们说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关心无常啊？哎、有时候这个父亲是什么嗔恨？我给你消业障，嗔恨心起来了。有些是贪爱自己的女儿啊，人家他给人家要东西了，他还。 要不到了，他还袒护他的女儿。哎、欸，你应该施舍啊，人家都给你要了，都是横顺吸气的。哦，所以这个连一个我们儒家或者我们传统文化里面一个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没有建立起来。 就是这个忠恕的存心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甚至于是持五戒呀、啊、五常啊，哎，不偷盗，叫不逾矩啊，啊，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其为同。 而且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人家不是甘心情愿给你的，都是属于偷盗。哇！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一位师兄啊，这一位居士，啊，他听经也是选择性的吧？他都听老和尚讲经了，我我保证他一定听过这一段的。老人家只要有机会，都会把五戒的。 重要的心态提出来啊，不杀生，不恼害众生。但是问题，这句话我们有没有放进去？放进去了，我们就会去体恤了。有没有人因我而生烦恼啊？哦，所以我们以引以为戒啊，听经不能挑着听啊。 哦哦，而且他就么？我帮你消业障，这个也是拿着佛法来随顺自己去要求别人，这个就不是中树了啊、哦！而且自己脾气都上来了，还什么帮人家消业障啊？ 啊、哦，所以说到这里，掌握情绪呀、啊，才能掌握未来呀、啊。不然害了自己、啊，害了自己的亲人，还给别人表做法了，这个罪过很大，叫破坏佛法的形象啊。甚至于是新来到场的，你看，哇，他学这么久，怎么学成这样啊？下次不敢来到场。 啊，假如这个人在道场影响力还很大，那我们主事的人有责任了、哦。你要维持这个道场的啊，一个人心的状况啊，道风啊，有这样的人在道场里负责事情啊，人家都没信心啊。哎哎，结果哦，因为这个人跟某一个。 高层主管关系很好，没人敢讲他，那都是人情做佛事的。这些都有因果，都有责任哦。啊，宁可几身堕地狱，不以人情做佛事啊！位置越高，越要考虑。 会不会有人因为我的关系而随顺他的习气，而有恃无恐、耀武扬威？啊，我们考虑是要考虑的更深了，考虑的更细了。哦，比方说，啊，以承德来讲，哪个学生跟我比较亲近，结果去欺负别人？ 哦，那我铁定要呵斥他了。哎，啊、哦，因为我已经出家了，我是公器呀、啊，啊、哦，我要跟众生保持好缘分呢、啊，啊、哦，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要干嘛？什么也带不走，哎，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我。 去影响到佛门的形象啊！啊，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越受到领导老师照顾的人，越应该去爱护大家，这样才没白费人家的疼爱啊！ 啊、哦，我们闽南话说“爹娘疼”，啊、哦，你你爷爷奶奶疼疼爱你了，你去欺负其他的堂兄弟，那那不是恩将啊？哦、<laughs> 我没那么严重，哦 <laughs>、oh.。 哎呀，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啊，为什么老和尚说扎三根，扎三根呢、啊？不然这大乘佛法学的，让人家没法理解啊。所以应主说：世有大儒，时有高僧呢、啊。啊、呃，或者啊，其他孩子先被女儿打。 而还手，然后这一位同修对还手的孩子说：“你上辈子欠他的，他打你，你不能还手。”这个都变袒护自己的女儿了。少数知情的师兄姐向该师兄反应跟劝解，却被说妄语。 甚至还被他陷害。啊，与该师兄的同修啊，这个同修应该是他的太太吧？反应不知是否因为面子挂不住，啊，也不愿承认丈夫女儿有不适当的行为。啊，现在孩子小学低年级，在学校也被老师反映有类似的状况。 啊、哦，该师兄却反说，是学校老师同学有问题，欺负他女儿。啊、哦，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他最佩服老祖先的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又不是一个人提，啊、哦，同修已经在提了，甚至于是孩子学校的老师都提的。 他都不肯反省了、啊。那其实是相当可怜的啊！他有福报啊，还可以在道场里面学习啊、服务啊。可是随顺习气、啊，这个造的业很大。哦，所以我们主事的人有责任要去调整啊！我们同修之间呢？ 我们用真诚的心呢、啊，他做错的事情，我们把正的做给他看，因为我们也不能攀援呢、啊。你一跟他讲了，他还骂你说你妄语，来让他造口业的啊、哦，他他对我们还不够信任啊、哦，那我们好、哦、做对的给他看。 感动他的善根，哦，那主事的人呢、啊，要处理这个事，不要让他再造业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到老和尚讲到啊，当初韩馆长景美图书馆。 韩馆长是护法，他负责的。哎，有是非的话传出来了，那韩馆长追啊，这话谁传出来的？哦，然后去把这个造谣的人跟他讲，指证他，哎，慢慢慢慢，人家不敢乱传是非了。 哦，这是一个主事的人他的一个责任呢、啊。但是呢，现在呀、啊，要在团体里主事啊，做行政工作啊，你每天要处理事啊，你想说我不得罪人，挺难的啊。要办事就不能怕得罪人，但是不要跟人对立啊 <laughs>。 啊，你为公得罪人叫消业障，不然什么时候消啊？但是呢，你为公了，他还瞪你，啊，他他还在底下骂你，啊，你不能受他影响哦，<laughs> 受他影响你就被他转了，不受他影响，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其实啊。 他他自己理屈，他也夜阑人静了，还是良心现提起来的时候，也会不好意思的啊。所以看你都当没发生啊，甚至于啊，冲咖啡的时候还先端一杯给他啊，一次两次三次，他就不好意思了。 啊，所以，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或者修学的人，最重要的要相信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啊。所以，我们每天回向啊，处理的这些。 啊，你为公呢？还，他还找你麻烦的，每天要给他回向。这跟过去生的也有关系的、啊。再来，你一心为公，这个事是祖宗负责的，佛菩萨负责的。啊，韦陀菩萨他是总护法。啊，我曾经看到老和尚遇到很厉害的人事问题。 他就写了一下，嗯，然后呢，就放在韦陀菩萨面前，啊，这事就交给你了啊。<laughs> <laughs> 我那时候感受，哇，这老和尚对韦陀菩萨很有信心的。<laughs> 哦，所以、啊、还是把我们的心护好啊，不然我们变成添乱了。这个心要护护得住，啊，以老和尚的。 一生的弘法来看呢、啊，当时候觉得好像啊晴天霹雳很严重，还有更高的程度啊！看老人家离开台湾呢、啊，到新加坡，整个法宝，祖国大陆广大的同学可以学习、啊，在台湾运送很不方便的、欸。 是吧？再看新加坡到澳洲去的劳上，一下子走上国际舞台了。这看起来好像是坏事的，你从更高的程度看，佛菩萨自有安排呀、啊。可是啊，不是犯错的人在考试的、啊，每个人都在考试，我们自己也在考试，别人没考过了。 我假如见他过，我也没过了。嗯，啊，所以真的用对心了，事实是好事的。哦，哦，所以太太也是感情作用啊，就不容易看到自己先生跟女儿的状况了、啊。 那像这样很明显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但是孩子还小，或许还有导正的机会。好，那面对这样的家庭应如何处理啊？需不需要引导？若可以引导，该如何做，才不会造成反效果？现在呀、啊，问题啊，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管齐下。 我给他做表吧，啊，团体也要就事论事去处理，啊、哦，再来啊，这个凸显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很重要，啊、哦，道场里要教这个，啊、哦，我们也有不少道场都有开家长课跟小孩课。 小孩来学《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要道经》，他的家长也跟着一起听家长课。我们要了解、啊，老上有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二十岁以前可以讲，但是你要看情况。有些人十五岁就不能讲了啊，这是一个原则。 啊！你看他十5五岁，你一讲他嘴巴翘得很高，别讲了。啊，这是活的啊，不是死背公式啊！啊，死背公式到哎，你明天就生日了，明天以后就不讲你了。哦，二十岁到四十岁只能暗示的，四十岁以上啊不能讲了，因为你直接跟他讲了。 他面子不舒服，你反而跟他结怨了。哦，当然我也遇过四十岁还很有赤子之心的，那就另当别论了。讲了他还高兴，他还很快就去改。啊、哦，那你就善哉善哉。好、哦。呵呵 那怎么办呢？我观察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讲，讲的可清楚了。真的能接受的人，他就改了。哦，所以我们道场里面讲经的人呢，也要应于说法啊，了解到有这些情况。 我们观察一下现在的，我们这两三代人，很缺乏人事的锻炼，不是从大家庭出来的，啊，所以跟他讲教理啊，要马上连接到人事的相处，不容易。 你不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哦，他好像感受不到。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尚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啊，四十个小时、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呢一千两百个小时。呃，为什么越讲越细啊？因为讲经不是赶进度啊。 不是说啊！我终于把无量寿经讲一次了。讲经的目的是要让听的人受用啊！你讲着讲着，他的眼睛都没有一种共鸣、相应啊，好像哎，我知道了啊！甚至于你讲啊讲啊，他他能梦见周公了、啊，那这他听再多。 他也没连接到他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哎，没连接到啊、哦，越拉越远啊，听经是听经啊，生活是生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观察，越讲越细啊，讲经是这样啊，诸位老师，<noise> 你们教同学也是这样啊，都是同一个道理啊，只是呢。 你们面对的可能是七八岁的孩子、啊，十几岁的孩子，啊，那讲课的人一般面对的是成人呢、啊。那总原则啊，我们存是一颗利益他的心，啊，有这样的心呢，就会有一些善巧的方法出来，但是也别产生执着。 你尽了力了，你还盼一个结果，你也会生烦恼。啊，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啊，假如你尽心尽力了，他还不回头，那他也是老师。因为他是来考你，看你的耐性能不能超过一世。 好、哦，再来下一次，你又遇到他了，他再考你，考你什么？你的耐性能不能生生世世？最后你考过关了，往生极乐世界，看到他啊，哎呀，是净是净，原来你是来给我考试的，<laughs> 哦，啊、哦，没有这么考，哦，我的耐性不能够不断提升啊，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啊。 当生要成佛的人就是善财童子，我们每个人都是，除非你不想这一生成佛，了脱生死。那既然要当生成佛了，那怎么成的？就是这个心态。啊，只有自己是学生，一切人事境缘，都是老师。 啊、哦，那刚刚呢、啊？啊，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这个存心呢、啊，啊，都要有忠恕之道。啊，那个树就是随时能够体恤别人的苦，体恤别人的不容易。 那有这个心呢、啊？你怎么可能拿道理去压人呢、啊？哇，你业障重，你看你是女子身，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了。哦，那我们能够放下呢？啊，这种内在的。 一种分别，一种情绪啊！你看，一般男人啊，听到人家批评男人不高兴了；女人听到人家批评女人不高兴了。其实我们在一切境缘都要很冷静啊，你才能护念得到自己，还有护念得到别人呢、啊。所以真不容易啊！ 我们太容易分别执着了。我们在哪里出生啊？人家批评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高兴了。好，我们是哪一个学校的？人家批评我这个学，我不高兴了。啊，我学哪个法门的？人家批评这个法，我不高兴了。<laughs> 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啊？ 其实有时候，当人家批评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生气，还接受。这个时候才是在表法、哦。好，所以，我们对祖先呢，不能产生怀疑啊。老法师说的啊，有糟粕是因为他们不懂，就说是糟粕。 那接着师傅说了，古人的心比我们清静啊，净极光通达，光是智慧心越清静越有智慧。古人的智慧在哪里体现呢？古人做的东西哦，可以用几十年、几百年。 现在的人，你看蔡襄，啊，在这个惠安，那个惠安桥啊，到现在多少年了，还在用啊？你看那种用心，连河神都配合啊，水都不上涨啊，让他把河做成了、啊。你说这个用现在科学怎么解释啊？ 八九百年的桥还在用呢，你看现在高速公路才五年，坑坑巴巴的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说方东美教授说啊，假如周朝的后代还落实周礼，现在还是周朝。 因为那是周公制定的，他考虑的很远呢、啊。他心清净，他无求啊。啊，所以假如啊，大家因为看了哪一个故事，很生气，啊，你看那二十四孝哪个气死我了？ 哎，对你心里就是障碍哦。你假如有哪一个故事，你一直这个卡在心里啊、哦，提出来啊，我们讨论一下。啊，比方说郭巨埋儿，啊，很多人听了很愤怒啊，啊，居然活埋他孩子，我觉得这个传着传着都不符合情理了，怎么可能儿子活着把他埋了？不可能的嘛，你自己的饭都给他吃了。 怎么可能会去埋他呢？<laughs> 这个很正常的情理吧？啊，但是传啊，现在传话传一个就变了，更何况传好几个啊！你们年轻的时候啊，有没有看过斯迪麦的卡通影片？啊，不不是斯迪麦的广告啊，不是传话吗？传到最后。 猫在钢琴上昏倒了。哦，好、哦，对不起，我们回忆一下成长的足迹啊、哦哦。我当候看这些广告，有一些我还看不懂。啊、哦，大家就知道我的悟性不怎么样。啊、哦，我我当初第一次看斯蒂迈广告，啊，有一个女子，啊、哦，很年轻的女子，看到一个很。 英俊的男子，然后他就跑过去，跑过去，啊、哦，然后突然那个男子就变成一个雕像，最后呢，这个雕像就粉碎掉了，然后就讲了一句话：“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我”我我看不懂啊，这是啥情况啊？啊、哦，难怪我的姑姑都不带我去看电影。 因为我看不懂，后来现在想想啊，不那么早说也不见得是坏事，好，好，当然这是自我安慰了啊，因为老法师说天真保持的越久越好，好，不要一下子就变得很聪明，憨憨的好。 然后来才知道，嗯，情感起作用的看人不准啊！啊，刚刚我们说的，见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啊！你不能一下子激动了啊,啊，喜欢的不得了，都看不客观了。啊，我们学过传统文化了，要会观察他的父母。 观察他交的朋友，不能激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啊，到他房间看看他的房间，啊，角落像垃圾桶啊，不是，啊，像垃圾堆啊。你小心啦，外面穿的哇，有啊，我见过啊，啊，那女子哇穿出来。 哇，白白净净的，一到他房间，啊，叹为观止啊！衣衣服摆一地啊呵呵，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都在同一个时代啊，都很会装啊，呵呵我们都把时间耗在外面怎么装，言语怎么讲，没有。 内在的，所以现在的喜糖啊，哇，外面好漂亮，好漂亮、哦、啊！啊，那个包装美的不得了啊！最后打开来就一点点东西、啊，好看，不好吃。以前的喜糖是什么？没什么包装，哇，每一块都大的不得了，料都很实在。 你看，一个东西是这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喜喜饼是这样啊，新娘也是这样啊。以前的新娘哦，没有涂的这这么这么红红绿啊，不是，怎么 <laughs> 这个哦？但是什么很朴实啊，啊、哦，很害羞啊，哇，一进门。 很振奋呐，啊，这个啊，晚晚去捆都渣渣气了啊啊，很晚睡觉了，很早就起来煮饭了。现在呢，哇，很漂亮。我、哦、拍一个婚纱照，我、哦、花不少钱呢，就一娶回家，麻烦了。 啥事、啊、不一定肯干了、啊。<laughs> 好，好，啊，当然了、啊，物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哦、啊。你们都这么善良，你们感召的人都比较好。嗯，共业当中哦、啊，有别业啊，啊，这个大家不要听完我这一段话太担心哦、啊。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 好，好，我们对祖先要有信心哈、哦。你看这个《易经》，就是我们祖宗的智慧。好，那蒙以养正，圣功也。啊，从童年开始、啊，是以正确的教育。啊，同盟之时啊，最容易接受引导，他很单纯的、啊。此时。 应该用来导向正道，这就是造就圣贤的伟大功业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了，啊，成家的人最大的功德就是把下一代教成才。父母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所以古人说啊，三岁看八十。 童年扎下的善根，会影响他一生，到了八十岁啊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不能给孩子负面的影响。啊，所有的长辈都要有一种责任啊，真的要发脾气的，关起门来，不要把不好的行为给孩子看。啊，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妈妈。 啊，他讲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的儿子啊，十三四岁，在我的心中啊，是完美的。十三岁以后啊，他就一大堆问题了。”诸位老师。 你听了这段话，下一个思考是什么？你可不能听完说：“对对对，我儿子也是这样啊。”哦，那那那 <laughs> 那就麻烦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我们现在真的是新出演绎呀、啊。但是你细细想想啊。 为什么他十三四岁，这个妈妈觉得我这个儿子是完美的？因为这个孩子啊，都满足你的虚荣。哇，你你喜欢秀啊，展现呢、啊？哎，他学钢琴很认真，哇，满你的愿，啊，你都给他奖励。哎，慢慢慢慢，他十三四岁呢，有一些想法，跟你不同了。 他就顶你了，因为他的习性跟你的习性相应，你看不清楚的。你甚至于还在助长他那种虚荣的习性。所以后来我还去问啊，他的邻居，他早就看出他的孩子有问题了。 他自己没看到啊，啊，他他邻居的孩子跟他小孩一接触，妈，以后不能跟这个人深交，太功利了。大家要知道啊，功利到最后，伤害最大的就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以前有一本书问了、啊：要把孩子教成狼还是教成羊啊？教、欸、成狼出去不会被人家欺负啊？那狼会不会咬父母啊？啊，当然了，也别教成狼，也别教成羊，教成人啊，教成圣贤君子了、啊。 你看现在这种书还能畅销啊？你看我们现在对文化的承传，大有问题呀、啊！古人五千年来好像没问过这个问题呀、啊。啊，当说老子要出函谷关，啊，有一个官员呢。 也挺厉害的啊！他抓住机会啊，他问老子啊：“我有两个儿子，啊，我以后要靠谁呀、啊？”啊、哦、啊、哦！那官员嘛，那老子也是恒顺众生，和光同尘。说好，你把你两个孩子找来，啊，马上对他两个儿子说了：“看、哎，拿出钱来，哎，你们打爸爸一下，这钱就是你们的。” 那个儿子啊，比较憨呢、啊，心里想：爸爸怎么可以打？不行！啊，那老大死都不打。后来这个老子就问这个老妖了：“打一下，哪怕摸一下，这钱就是你的了。”他还是看一看，嘿，哦，马上把钱拉回来了。啊，老子说。 你知道靠谁了吧？哦 <laughs>，oh. 那后来他晚年了，真的就是他大儿子照顾他，他这个小儿子离开家乡去做生意了。后来他死了，他的小儿子都没有回来奔丧，因为会少赚不少钱，所以啊。 老子这些故事啊，应该对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启发很大。君子喻于义呀、啊，小人喻于利呀、啊。所以老法师很很着急呀、啊，怎么现在有一些国家连幼儿园就在教竞争呢、啊？把它教成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恶人，不是犯罪人，小人呢、啊？说实在的，小人离犯罪的人就不远了，他会铤而走险呢、啊。好，所以这个三岁看八十啊，重要啊。 啊，老人家是首先呢，把这个基本的理念告诉我们。啊，那其他过了这个年龄的，也是要尽力教我。啊，因为有时候也不知道他过去的善根怎么样了。啊，我们不预设立场。 老祖宗说：“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那过去我们注重讲解中国古人对胎教的重视啊，以及出生之后啊一千天的保护这三岁看八十了啊。母亲在怀孕期间。 一切行为、言语、思想都必须端正，啊，这个三太呀、啊，就做出最好的榜样了，让胎儿秉受正气。出生后三年内，大人要保护小孩，让小孩所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言语与行为，这三年根扎下去。 小孩就具备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一辈子不会改变，所以这个是圣功啊！啊，那今天现在呢，我们要更进一步探讨三岁之后的同盟教育啊，我们看的这一段呢，你怎么去呵护一个？ 胎儿跟三岁以前的孩子，事实上啊，护念自己也是要这样的、啊。李炳南老师为什么跟老法师开三个条件？也是在护持他的清净心啊！啊、哦，你看什么都要我同意才可以看。然后老法师给我们说。 他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就是在保护青净心。我们观察自己啊，观察学生孩子啊，真的是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一日有余，除非什么？ 除非他已经具备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了，不然，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一遇到恶缘，就被拉过去了，所以很难啊。好，我们护持一个孩子，哎，他突然有一个朋友。 郭去生跟他很好，两个从此就连在一起了。你讲的话也没什么力道了。那同才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假如是真正培养传承的苗子，缘分我们能掌控啊。老师要挑啊，学生。 要挑啊！你今天在公家单位，那那是面对所有可以受义务教育的人，那不是你能够主意的，那要依照国家的法令假如现在是要培养传承的人，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不是分别哦，这不是执着哦。 这是要就事论事啊，你得把事做成啊，不然最后闹得人家一句：“你看，你们那些方法不行吧？”你到时候去去喊什么冤，也没用啊。可是人力资源是我们用的呢，把它浪费掉了，最后没成果。啊、哦、啊，曾经有一个师叔。来跟我交流。 他们要找一个英文老师，想要找英国人啊，不，找当地的人，那就不是华人了。但我阻止了、啊，为什么？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啊，他们没有这些是非善恶。 你那老师给他装个鬼脸，他回去就会装鬼脸了。哦，那老师一个那种表情对人的这种傲慢鄙视，他都在熏呢、欸。假如这个以后是培养、传承人才的，每一个接触的老师修养要好，性格要好，不然随时都在影响小孩。 哦，后来他们还接受了。啊，他不接受我，我也尽了力了。<laughs> 好，那接着老人家谈的是三岁之后啊，同盟教育啊，啊，儿童时期啊，记忆力强，理解力弱，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 顺势而为啊，当其可之谓时，他记忆力强啊，所以应该带着小孩背诵圣贤典籍啊。不知道大家持经的感受怎么样啊？啊，一部《无量寿经》持下来啊，一部《论语》，我们把它持诵下来。 那皮肤都是光滑的，那都有加持力呀、啊。你说孩子一天十个小时，通通在这个经典的磁场，这个孩子慢慢气质就变了。所以我们，我我们自己没有体会过啊、哦。哎呀，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孩子铁定坐不住啊。 哎，又是在顺着自己的意思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体会过啊，所以不能随顺自己的成见啊，承德当时候要去大学讲课，那个主办的老师就给我讲了：“你别讲太久啊，他们十五分钟之后我就坐不住了。”我说：“哦哦哦。” 结果真上去讲，讲了两个小时，九百个人目不转睛，我被那个场面震撼了。我说我们对不起这些孩子，都是大学生的，哪有说他学十五分钟他是不想学？你教他的他不相应啊，他觉得没用啊，他是应付学习呀、啊。 可是真的，你讲的东西刚好跟他现在人际关系有关了、啊，他眼睛就亮啊！哦，所以我们也得问问有经验的人了、啊，哎，先做的人了、啊。哦，真的，他们说孩子很欢喜啊，哎，大学三天背下来，《中庸》七天背下来。 而且越来越多孩子投入啊！你说学的苦哈哈的，人家一去看就吓到了、啊。好、哦，好、哦，那应该带着孩小孩啊背诵圣贤典籍啊，例如圣学根之根所收录的二十三种同盟书籍。 这个是扎德行的基础啊，啊，也可以将自己所读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反复播放，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观世音，这个文殊菩萨简选圆通啊，啊，二十五大菩萨把他修学的方法讲出来，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他简选此方真教体呀、啊。 亲近在英文，啊、哦，大部分的人耳根比较利，不是不是绝对啦啊、哦，大部分耳根比较利。我自己也有试过，我用听的吸收比看的多，就他可以自己录啊，反复播放，哎，同时跟着读，啊、哦，这样不但提高兴趣与积极性。 还能养成边读边听的好习惯，好，每次只读一种教材，反复熟读，渐渐就能背诵，啊，要背诵到滚瓜烂熟。通常读了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了，就不容易忘记了。然后再读下一本，好，一般呢是读一百遍都能记住了。 然后诵、背诵一百遍啊，有两百遍呢、啊。在小时候读下来，一般呢、啊，终身不会忘了。哦，那哪怕真的忘了，复习起来也快了。啊，那圣学根之根背完之后啊，就可以背四书五经，啊，进一步啊，学怎么做人做事啊。 背书的目的是让小孩的心安定下来，培养定力，不胡思乱想。现在这个社会这么诱惑啊，孩子没有定力啊，他迟早要被诱惑。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些重要性？我们没有认知到这些重点呢、啊？ 我们就不会重视这些培养，然后就会有侥幸。慢慢等到孩子定力已经很难培养了，出了什么状况了，那时候只有感叹的份，后悔的份了。啊啊，所以像。 啊，我们这个啊，加拿大呢，王伟杰老师啊，哎，他也是君子不器啊、哦，啊，他自己是计算机专业的，哦、啊，后来移民加拿大建农场，哎，不弃嘛，君子的能力不会局限在某一个能力上啊，哦、啊、哦、啊啊，而且、啊。 他也有发愿呢，啊，他要种植，他就说，啊、哎，也希望啊，爱护这一片土地，啊，绝对啊，不喷一一点农药，哦，让所有吃到的人身体都越来越健康，所以世间的事业也是要从发愿开始啊、哦，那这么下来。 十几年过去了，他不在意啊，赚多少钱了、啊？他说他最安慰的、最安慰的，就是两个孩子少污染。你看这个话里面呢、啊，人生的轻重缓急啊，取舍都在里面了。 哎，有时候父母的这种爱里面是要有智慧的、啊，不然就被溺爱了。你得考虑的深，考虑的远呢、啊。他知道那个诱惑太厉害了，他知道培养定力呀、啊，他知道要培养孩子跟大自然的感情。 他们家都是三代同堂，好，这个培养孝道的重要啊，好，那啊，最近啊，承德也感觉我们学佛啊，从哪里下手？从？ 大根大本下手，孝亲尊师，而尊师又在孝亲的基础上哦，所以尊师是大根大本，但是孝亲要从哪里下手呢？ 《孝经》开篇就告诉我们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讲的很清楚啊，哎，我们得这么教。说实实在在话，现在怎么吃啊？我不懂。我观察回想，我父母也不懂。 所以以前读书人呢，一定学医，哦，这三医命谱相啊，哎，为什么连堪舆也要学啊？因为他要下葬他的父母啊，他要懂一点了。但医不懂的。 养生食疗，他怎么照顾父母？他怎么养育他的孩子很健康？啊，我回想啊，我妈妈挺用心的，但是呢，没有学过《黄帝内经》啊，都是什么？我、哦、听说现在吃补好，就就去弄了。<laughs> 我现在听说，我、哦、白木耳炖。 这个莲莲子很好，就看到妈妈听到什么好吧很忙，但是到底什么原理也没听母亲说过啊啊！最近啊，这个啊，因为啊，刚好啊，跟这王老师交流的多了啊，他说你你这个白木耳莲子都是比较偏寒的啊,啊，你可能要。 放一点肉桂啊，哦后、哦、红枣就是不要让它那么寒呢、啊，不然你看为孩子好，有时候反而是他身体的负担哦。哦，包含哎，薏米除湿啊，可是薏米也偏寒呢、啊，那怎么办？ 你要煮薏米粥以前，先把薏米炒一炒啊，不然你哇很好心啊，吃下去它都偏寒。好、哦，我有观察我们的学生啊，第一肝郁，心情没有放松。好、哦，当然这个我要检讨，可能我太凶了啊。那、哎哦、再来有一些什么？ 家庭因素，跟父母的关系啊，还没有化开，心上有事啊，久而久之一定会影响内脏，尤其肝。再来呢，脾胃虚寒，啊，还有湿寒。 哦，你看那个舌苔，哇，对吧？很白啊，那就是太寒了。哦，那舌头那都凹下去了，都很虚了。哦，所以舌头是全息理论啊，整个身体的状况啊都在舌头上面。啊，你们当妈妈的会看舌头吗？啊、哦，这也要学啊！<laughs> 我都五十岁了，才才在学，哎呀。 哦，oh, 不是，我四十九啊，不能不能拖，多偷一岁啊，这啊，<laughs> oh, 到时候遇到学理科的，你明明四十九、啊，还说五十，嗯，好、oh.，那真的是要从这里下手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一个人都没想说不要让父母操他心，他都没有这个心境，你说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不相信，没有基础了，一时激动了啊,啊，那刚好啊，啊，我们。 这个啊，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的啊杨医师啊，还有我们王老师，他们很慈悲啊,啊，要跟我们谈一些养生啊，在明天啊中午的时间啊，英国中午啊，我们在国内应该是这个。 晚上的时间，应该都还是可以听得到，啊、哦，所以都是是因缘啊。到时候再把这个链接、啊、发给大家，啊，大家有空啊也可以上来听、哦。哇，那我今天这么一宣传，好像就只能上来五百个。好，就你们知道就好了哈、哦，就别说了啊。你们听完再去供养，不然到时候。 汉学院的学生也上不去了哈啊！这个我不是私心哈、啊，这个这个要尊重啊，尊重他们的发心啊。哦，所以欢迎大家哦，我们这两百多位老师们啊，都欢迎你们一起来参与。好，所以这个学习的方法，培养定力。 不胡思乱想，对小孩日后智力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啊！我们就不说小孩了，啊，承德自己学佛了，心比较能安定，啊，学什么东西呀、啊？一来比较有信心，二来。呢？ 比较学的起来，所以那个定了、啊、你的潜能就比较能发挥。哦，包含记忆力呢，也没有说继续衰退了。哦，所以这个智力能力啊，都跟定力有关的。定才能生慧啊，能安定。 他做什么事不会出差错啊？事务忙，忙多错啊！好、哦，那现在同盟养正的偏师，我们看到老人家也是在护持啊，所有发心的人啊、哦，过去为了推广传统文化，各地办了很多论坛。 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然而，真正要办传统文化教育，却不能用论坛那套方法来办。所以，每一个方法，我们要了解它的作用。办论坛是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 会用种种方法来激励人心，办得很热闹。但办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把心安定下来，从培养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德行做起，并且将学问扎扎实实、系统化的做起来。哦，那《弟子规》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不断去。 以身教、言教、啊、来护持小孩啊，所以这跟论坛的风格和方式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甚至于论坛讲课的人呢、啊，都是要提醒大家要修身呐、啊，要格自成正啊。你假如那个论坛讲起来都是冲啊冲啊，我们治国平天下，那就变成传递的。 没有把修学的次第讲清楚了，而且做一件事啊，我们佛门说的缘起法界，你一个缘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啊，俗话说的沙盘推演呢、啊。儒家讲的生与死。 我们遇到人生很多事啊，焦头烂额啊，想想都是一开始不谨慎，最后很难处理。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中医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人生经历的事以后也是要这样啊，尤其现在。 这个网络那么发达啊，微信啊、烂哇，一传，传的那么广，你要去跟谁解释啊？那个都没不用解释的，我们没有生与死，越解释，人家越误会，所以冷静啊。 宣传要花多少资源？花不少呢。你宣传是播种啊，哎，种子播下去了，没事了吗？你要施肥，你要浇水啊。你要办一场论坛，以前这个地方有没有配备相关的因缘条件？不然你你撒了一堆种子，最后通全死了。 而且今天他的热情被你带动起来了，他假如不知道持续应该怎么学，他一下冷下来，你要再把他的热情调动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呢。所以做事不是做一个点，不是做一个线而已呢。你得积累经验之后要通盘考虑啊。首先那个地方有没有个电视台，可以长期播放啊？ 有没有一个教学点是真真实实在落实？每个礼拜还可以给大众上课啊！更好的，还有一些各行各业的榜样，你去办一个论坛之后，他们都可以去取经。哇！你看这个圆一发下去，都往正向发展。你只是一时激动，哇！这也要办，那也要办。 撒了那么多种子，最后这些种子没人浇水，没人施肥，像一阵风，哇，热一下下去了。甚至于很多人觉得，哦，原来这样就是传统文化。再来，大众容易激动啊，啊，一听到哇，这个老师上去忏悔，哇，很敬佩他，什么都听他的，要冷静啊。 他忏悔他以前做错的事情，请问他要改多久？他也要花时间去对质啊。这个后面呢，老人家也提到了，传统文化老师是要培养的。他本来根本就不是做交易的，突然跟老法师照了一张照片，你就把他当做哇。 他传统文化好厉害啊，都是我们不冷静啊。最后他有什么情况了，我们又会觉得很伤心，很没有信心，甚至还会对传统文化很反感。都不能感情用事啊，都不能激动啊。我们都是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成长起来的。 都很会包装啊！一抓住机会了，哇，那个名利冲在前面啊。都得要冷静看看他的孩子怎么样啊，他的另一半怎么样，他的家庭怎么样啊，他自己本来从事的事业做的怎么样啊？ 医报随着正报转了、啊、哦，我们现在一认同某一个人都不客观去看他，然后他说什么我都相信，别人一批评也不能接受，这都是在传统文化的这个缘本来是个殊胜的缘，调动起我们的情志。了。曾经我遇到同修、啊。 啊，我那时候还没出家，因为我出家以后，就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啊，不，在英国汉学院了。啊，当时候还没出家以前，有时候讲完课，同学来了，哦，蔡老师，你讲什么我都相信。我说你别害我啊，哇，不然他这么一讲，我美滋滋的，很高兴了，我就完了。 一吹我就动了，好，我说你别害我啊！我讲的跟老和尚不一样，讲的跟经典不一样，你要提醒我啊！啊，我很感动一点了，啊,啊！当时我的奶奶往生了，啊,啊，台湾好多同学、啊、跑到我们家来帮念佛。 回向啊，我非常感激啊,啊，当时我几个长者啊，还就从台北开车下来的，比我父亲年纪都大、啊。见到我父亲，哎呀，你儿子很好啊，开始赞叹了、啊。哇、啊，我父亲马上，我儿子年纪还小啊，你们都是长辈啊。 他哪里做的不对，你们一定要教育他。我当初站在旁边，特别感动啊！哦，这个父亲是真正忽略我啊！再来了，我们当长辈的不能激动啊！啊，承德从小没学，才二十五六岁遇到老和尚才开始学。 二十五六岁以前的习气要调伏啊，都很难呐、啊，都不得力啊！啊、哦，怎么可能说哇，一下子就提升到什么程度了、啊？但是现在的氛围啊，很容易。 崇拜啊，造神呐、啊，这样会把弘法的人呢、啊、护道堕落下去了。啊，世世供养啊，这都有道理的。你要护他的道啊，把他生活那弄得这么奢华，他的道心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当护法也不容易啊，要护持这些年轻弘法的人，这八风吹不动啊，真的不容易。好，哇，这个对不起啊，一讲讲太久了啊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